10月8号，彭昱畅在个人社交平台帮许维洲宣传新剧《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》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很快许维洲便在下方评论道：“好好看看哥哥的吻戏，哈哈哈！”彭彭为好兄弟宣传，却不料被好兄弟在线督促看吻戏，感觉全世界都知道彭彭想拍吻戏了，这难道不是在扎彭彭的心吗？周周也太皮了吧！求彭彭此刻心理阴影面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许维洲与乔欣的新剧今晚8点开播，不知道传说中的吻戏是怎么样的呢？芒果捞新闻，彭彭有没有看自家兄弟的吻戏呢？报道。